理想，不愧是我看中的人呐！胆大心细，沉着镇定啊！好样的，好样！如果您不相信我，这些优点都是我逼死的罪状。相信你，相信你，相信。好。啊。继续啊！当时但凡你内心懦弱一点，我看刘局这条大鱼啊，今天就用不上了啊。那现在呢？刘立人的那个窟窿呢？怎么办？仗走关城。刘立人是一个不一样的贪官，之前我求过的好几次，他都不答应我。这个人做事非常谨慎，但是我给他出了个主意，我把话卖给他。这样做的话，他安心，我也放心。你的意思是，不直接给他钱，送他两幅价值1000万的画？不是送，是卖。20000一幅，卖两幅。有你的。看到没有，看到没有啊？这才叫做滴水不漏啊！啊，好，那就每幅20000块卖他两幅，卖他两幅，啊，他现在没事了。好了，去吧，去。怎么样，观众？坤叔，您认为靳远说的话可信吗？嗯。干我们这一行的，能活到今天啊，那都是人精中的人精啊。信与不信，黑黑白白，说不清啊。那接下来该怎么办？你去查一下，那刘立人有没有去过澳门赌场？然后，靳远下官送货那天，有没有打过电话给他？明白。丈夫，我们沈通辽宁伙伴人。一名老人在写给柯占军的花篮上这样写道。忠诚面前，贫困可以忍受，爱情能成为经典，朋友可成为至交，即使生命纵然消逝，但英魂永远。耶，刘局，你去哪儿？怎么才回来啊？去看化验了，昨天刚查获一批新型毒品。化验结果怎么样？大部分都在去年的名录上。也有一小部分分子式都改了，不在名录上，但是危害性也不小。看来这个毒品名录得不断的更新才行。回头你把化验那个结果打份报告，报上来。嗯，好的。你看啊，这么大岁数了，
还要更新知识。但凡更新的慢一点，就会被毒贩钻了空子。是，他们巴不得我们千疮百孔，他们才高兴呢。刚才你看，我看片子，咱们最近牺牲的几位同志，有些居然是被自己人出卖的。最不能容忍的就是这个事儿，陆局啊，我本来打算向你提意见，干脆借乔亮查我这件事儿，咱们来个全局自查。清河湾那次行动，乔亮说的不是没有道理，是有内鬼的嫌疑。那这个人究竟应该是谁呢？这个我不敢瞎说。但您看能不能把知道这次行动的人全部都排查一遍？回头我向上面反映一下吧，看看上面什么态度。好，嗯，行，接电话，我进去啊。嗯，哎，王局。老刘啊，黄卫忠电脑里那几个电话号码查到了。啊，谁？使用这些号码的人，就是他在东南亚的线人。东南亚线人，确定吗？确定。省里被过案的，这些年好几条可靠的情报都还是这个线人提供的。嗯，好，我知道了。坤叔，澳门那边来消息了。怎么说？八月份确实有一个叫葛明的人在那边一晚上输了1000多万，后来调取了监控录像，确定就是那个公安局副局长刘立人。那电话呢？下关那天，靖远确实给这个刘局长打过电话，这个2999就是他的电话，时间也对得上。坤叔，我们到底对靖远是信还是不信啊？我是担心啊，靖远万一真的是警方的内鬼，咱们的货一旦进来，警方会一路顺藤摸瓜，那我们麻烦可就大了。原本想将他一军的，没想到被他反将一军。是啊，靖远的小子把貔貅递给我们，让我们选择，这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先让这批货进来再说。好，马上通知靖远。等等，怎么了，坤叔？我想到那个法子，我来打。喂，坤叔。我这边一切都就绪了。你那边什么时候可以接上头？夜长梦多，我会尽快看看能不能争取明天就把船放进来。先别急。先帮我处理一个人。谁啊？就是一直揪着你不放，接了咱们那批货的那个北京小警察。您想怎么处理？让他永远消失。坤叔，我是怕如果我们真的这么做的话，警察会反扑我们。我知道。但他上次破坏了我们的计划，既然我经不起任何闪失了。这 BH99 以后都是你的了，你必须拔掉这个肉中刺啊。明白。好，那我再联系你了。嗯嗯嗯，好。
哼，再杀他个回马枪！来得够早的了啊，刘局。哎，我可没迟到啊，看个表。那我也不能被同一块石头绊倒两回啊。哎呦，还记得那事儿呢。哎呀，我今天找你来呀。 主要想告诉你，上次你给我提供那几个境外的电话号码，怎么样？那属于一个线人。线人，这个人呢，叫丁伟，早些年呢因为贩毒呢坐过牢，后来被黄队发展成了线人。但这小刑满释放后呢，他个人呢也是防止一些仇家对他的追杀。 另外，那个时候黄队也需要一个掌握国内贩毒团伙在境外的一些情报，所以呢就把他派到东南亚去了。那这个线人，你以前不知道吗？线人都是单独联系，跟任何人不能发生工作关系，但组织上有备案。那个人是线人的话，是不是就能说明黄队不是内鬼啊？你别高兴太早，在内鬼没挖出之前呢，任何人不能解除怀疑，你知道不知道？ 明白。行，你有事你先走吧。您怎么知道我有事儿？我不知道啊。哎，我还真是有点急事儿。那去吧。我想去找一下新月嘛，新月这……行，别跟我说这个，快走。那我真走了啊。快走。谢谢刘局。 新月，新月，新月，新月。 新月，我有几句话想跟你说。你要说什么？事情真的不是你想的那样，我真的从来没想过我要。新月让一下。新月，现在还有什么话比我抢救生命更重要？